我有一个孤单嘅童年，我唔中意留喺屋企。咁 Caleb 啊，好多人嘅口中都会形容你系一个好懂得爱护人、体贴人嘅熟龄父亲啦。咁其实你自己系咪因为有一个好好嘅父母咧、家庭去培养你有咁嘅性格？其实啱啱系相反。點解呢？其實因為我在過去裏面有一個孤單的童年。點解我講到孤單呢？因為從小到大呢，其實我父母即從來，如果你能夠俾48小時俾佢哋呢，佢48小時都同你火拼。咁所以我從小到大裏面呢，都係一個唔係咁和諧嘅家庭長大。唔係一個殘缺，因為我父母啦，唔殘缺，不過唔和諧啦，導致到其實我哋嘅兄弟姊妹嘅關係都唔係咁和諧，即關係好疏離，同父母嘅關係都好疏離。我嘅父母亦都冇一個好好嘅榜樣去表示俾我哋睇，顯示俾我哋睇點樣作為別人嘅父母。甚至乎我自己爸爸咧係一個唔中意顧家嘅一個人嚟嘅，中意顧自己嚇。我係理論上咧做小販喺我哋嘅年代咧應該揾到錢嘅。我媽媽成日講嘅，如果買樓啊，我哋買咗幾沓噶啦，幾沓啊，唔係幾棟，幾沓添。咁咧就，但係因為我爸咧就我爸爸咧，其實揾到錢轉頭就攞去賭，揾到錢。轉頭就攞去賭，咁其實我由細長大咧，個家庭都係一個比較缺乏裏面成長，所以其實喺我嘅童年入面咧，我可以咁講冇一個好嘅榜樣，亦都唔係一個咁好嘅家庭背景成長。咁你話要作為一個爸爸咧，其實對我嚟講，爸爸形象真係好缺乏。咁但係點樣有一個嘅改變咧？我相信嗰個轉捩點一定係因為由我認識神嗰開始，我先至明白乜嘢叫做愛。我記得咧，喺我大概頭十年喺教會侍奉或者大家聚嘅時候咧，我都覺得我自己係一個稱職嘅屬靈父親，即係我盡量希望喺教會裏邊所學嘅知識，自己能夠實踐到嘅真理，去應用喺我自己信仰入邊，成為別人嘅榜樣，可以去祝福到家聚嘅弟兄姊妹，祝福到身邊嘅弟兄姊妹。但原來我發覺咧，我都係未稱職。咁去到咩時候，我覺得我自己又有一個嘅轉變咧，就是我十年前為心嚟到呢個世界嘅時候，咁我就明白原來一個真正為父嘅心所付嘅代價咧，唔係好似我以往所諗嘅，所以付嘅代價，所以犧牲嘅嘢係更加多。所以我明白到原來神對我哋嘅愛就好似我而家望住我女嗰種嘅關係，嗰種嘅付出，嗰種嘅無私，而使我明白到而我。真正我在我的屬靈入面呢，怎樣一樣去效法主耶穌基督，而能夠讓我的生命去活出這些真理，而祝福到身邊的弟兄姊妹呢？我認識得怎樣跟人去溝通。Caleb， 其實在教會入面，其實你都有好幾個的侍奉崗位，也都需要跟比較多的人接觸和溝通。咁你亦都講過啦，其實你唔係太識同人溝通，咁你點樣去突破呢樣嘢咧？其實要講呢度呢樣嘢咧，呢個我相信係我人生信仰一個到今日一個幾大嘅功課，就係溝通。以我以往童年咧，係一個唔中意屋企，好少講説話，冇家庭嘅好嘅父母榜樣，成長底下咧，其實。我從小到大都係一個比較依靠自己嘅，依靠自己啦，依賴自己，比較獨立呢一個人啦。咁其實喺個人生裏面咧，去到我最記得我去到應該中學嘅年代咧，即係開始叫接觸多啲同學啦，接觸多啲人啦。咁因為近時做小販唔使接觸人噶嘛，有人問過我做小販要接觸好多人嘅喎，唔係啊，咁無資源單咪俾穿佢得咯，唔使講嘢噶嘛，係嘛？咁就已經完成到啦個過程，雖然唔需要任何嘅交流嘅。我記得咧，我去到中學畢業有一年咧比較深刻，就係去買波鞋，打幾個同學啊，做完暑期工咁去儲啲錢買波鞋。咁我記得同啲同學去波鞋街買波鞋嘅時候咧，其實我好怕人嘅，怕人去到個程度係點咧？就係我記得我睇啱咗對波鞋咧，就叫我隔離同學撞一撞佢，我喺櫥窗度，喂你叫入邊嗰個女仔攞呢個 size 鞋俾我試啊，我費事，我怕醜。我最記得呢、這個即係對我自己個人嚟講，我回憶翻我自己喺人與人之間嘅接觸裏面咧，我覺得好好笑嘅。
咁我相信呢個都係我自己去一路喺成長啊長大嘅過程裏面對自己嘅一個反省。但我當然冇好大問題，因為去到我出嚟做嘢，真係開始同人接觸啦嚇嘅時候咧，我都唔覺得一個好大問題。個問題原因係咩嘢？原因就係我個人比較自信啲嘅。咁好多時同人傾偈交談嘅時候咧，我就會做咗一個嘅角色，就係講下笑啊，恥笑下你啊，搞下氣氛啊，我覺得好開心嘅。咁但係咧，其實就有個問題啦，就係好多時你只會傷害咗人，你唔知道咯。你講咗一個笑，即係崩口人忌崩口碗啊嘛。咁但係你傷害咗人又唔知道，但我又唔理佢嘅喎。你唔開心咪你嘅事咯，你消氣啫嘛。其實係咪因為你想溝通咧？你想講嘢。其實我相信我係一個好想表達嘅一個人，但係咧就唔識得表達嚇。依、這個亦都係我相信喺今日或者我喺教會裏邊所負責嘅崗位其中一個嘅轉變啦。其實我想將信仰去表達俾人知。喺過往冇神嘅時候，唔認識神嘅時候，我想將自己表達俾人睇。咁我記得咧，初期翻教會嘅時候都遇到個問題，或者初期喺門徒訓練嘅時候都遇到問題，就係、是。我接觸咧領袖嘅時候咧，啲領袖就會見到我好多瑕疵噶啦。咁因為我係一個咧，即係冇所謂啦嚇，講嘢啫嘛，最緊要笑，最緊開心，即係開心最緊要。咁好多時喺領袖面前咧，去出咗啲豬仔啊，即係可能喺表達上面咧講啊説話。所以早期啲即係教會嘅領袖咧，就好多時提醒我關於係咩嘢咧，都係溝通啊、表達啊、言語嘅問題。你話我點樣喺今日喺教會工作量入邊或者？教會的所負責的崗位入邊點去面對呢，其實就係嗰樣嘢啦。咁其實我喺過裏邊，唔單止喺留意自己講出口嘅嘢咧，連我內心裏邊去想表達嘅意思，我都會三思，去諗下係咪真係我能夠將神嘅生命藉著我嘅説話、我嘅表達，能夠去祝福到人，表達到呢種嘅基督嘅愛咧？我係藉著咁樣去改變自己，或者係咁樣不斷嘅去檢查自己咯。我經歷過好多唔同神蹟奇事。咁聖經話，其實我哋信主嘅人樣樣都不缺啦。咁不如你同大家分享一下你嘅見證咯。好奇妙啊！揾由信主嗰日開始到揾工，揾咗半年。揾唔到工喎，我真係覺得好奇妙，好奇妙就係、我唔係諗下神點解唔祝福我咧咁，即係話揾唔到工啫。咁我記得咧，去到我差唔多去到我自己嘅積蓄啦，剩翻50蚊。點解咁記得50蚊咧？因為嗰50蚊係我收埋喺我個嘅小夾萬裏邊，係諗住唔使唔用嘅。點解？因為嗰張50蚊嘅鈔票 number 係500000000啊，幾多零唔知，唔知500000啦。咁覺得哇，真係值錢啊！但係咁值錢嘅50蚊都要使，因為冇錢啦。